把这个九五七人作为一个传统流行教学好不好？上次他们让我学的是蜡笔小新，那这次我们给他出一个别的难题来难为一下这个新人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有一位特别令我们尊重的人在现场，那就是成龙大哥，你不要看我说的就是你。你是这里边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最受尊重的人。所以呢，我想请我们的这几个新人来模仿一下成龙大哥唱歌，好不好？而且至少要模仿两首，因为我自己都能唱出好几首成龙大哥的歌，我相信他一定很能唱得出来，好不好？成龙大哥，你看行吗？啊，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开始吧。燕子安2008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。刘力扬。这个奖项的名字是年度最受欢迎女新人奖，刘力扬。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男新人奖的是苏醒。获得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。